每一個人裡面其實是很有 potential 的。我就在想，哇，如果有一隻歌可以是講關於真的做自己，我就覺得很正的。咁啊，同 John Loudon 就傾呢個 concept 的時候，在度揾歌啦，咁啊試咗很多 demo， 咁去到 Just Me 呢個 demo 的時候咧，一唱完一次之後咧，就覺得呢首歌就是啦。祖藍佢聽到之後咧，佢自己消化咗，佢擺埋佢啲 idea 落去，佢睇到香港其實。香港人都很有他們講嘢的特色，語言的特色，即是混埋，即是中英混埋，還有很多香港 的 slang 啊，那些東西都是香港才有的，希望大家可以細心看看，即是我們怎樣在每一幕去表達這首歌的 message。其實第一次聽這首歌的時候就已經很多畫面在腦裡，之後 Corinna 找我做這首歌的導演，大家都可能很想在每一個 scene 裡面去做一些東西，去令到人覺得 怎樣可以做自己，又或者在這個社會裡面有多少一些例子，一些其實很普遍又或者大家都會有的一些心態，可能一個 artist 在街邊不可以吃魚蛋的，又或者30歲就一定要結婚生仔了，我們會很想將這件事可能用個鏡頭用個機器去一剔落，帶著大家去是一个真实的 Corinna。 李白太白走到窗边作诗，数十个字抒发他的意思，咁鬼妹仔如何善用文字自本土地。我是今次帮 Corinna MV 化妆的化妆师，咁佢今次 MV 入面都很多个不同的造型镜，咁所以呢你们会有见到很多个不同的 Corinna。 我是今次的发型师，在这个 MV 里面大概做了都有成七個造型，所以咧時間好 tight 啦，但係大家都做得好好啊，我覺得。兩年啦，搞呢首歌，今日終於到啦！好興奮啊！咁我發現咧，我有一個人造人喺度，好勁。其實今日咧，我哋睇佢嘅演出啊。去到你前面，你就孤前。有啲熱啊，熟下。喺成隻歌嘅造型設計上面咧，由 Corinna 去到 Dancer 啦，全部都係圍繞香港女性喺社會上面嘅角色，由學生啦、OL 啦、年輕媽媽啦，去到老人家都包括在內嘅。喺只條女上，好大粒。我最喜歡這歌裡面的意思就是叫你不要做 wannabe， 希望你做回自己。今次都很開心啊， Corinna 可以做一首真的很屬於她自己，真的很代表到自己經歷的歌咯。我真心是很感動你今天會來。多謝 Michael 扮老人家今天，其實他很年輕的。加油啊，拉德麦！地下线啫，不过地下砖啫。多谢 Master Mike， 令到我哋笑到有腹肌。我唔想。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Master Mike。向我哋做自己睇时机，传统嘅我哋自己志气。今次呢一只歌嚟讲咧，我自己嘅写法系先听一只歌，同埋再去了解个歌词先咯。要谂点样喺入边讲到嗰个做自己嗰样嘢，但系大家又会明白。文恩情啦，系啦，全香港最靓女嘅导演啦。咁咧，呢个副导演。Jackie， 应承你哋，好好睇，会好好睇。我系人字拖 ，Hello， 我系霆锋，我哋系今次嘅编舞嚟喎。系啊，编舞啊。最困难，我会觉得系即系得嗰几个八拍，其实就要将嗰个先要代表嘅嘢，好快脆就要 deliver 俾观众。希望系可以有一个 message 去表达到出嚟咁样。加埋 dancer， 我哋今次总共33套衫，由头落到个脚，真系非常之。多謝今次有很多的 sponsor， 有很多 designer 的朋友。因為一陣間我哋就要將佢啲衫就逐件逐件咁樣扯走，因為我哋最後個 video 咧係會倒轉嘅。最黐線嘅一幕啊！真係黐咗好多條線啊！
啊，大家可以幾快拍翻曬所有先。而家係唔知第幾個 tick， 我哋應該會成功嘅，我哋一定會成功，我哋肯定會成功。即係由年尾金髮都會寫漢字。呢一個心靈嘅支持就係我媽咪啊，真係非常之感激。每一位有參與，真係好 amazing， 好似你咁講，咁多人去拍呢個 MV， 其實我自己係好多謝你，我好榮幸你每一個參與嘅。